北外有体育馆吗？有啊，是新建的，很气派的。体育馆里可以做什么运动？可以游泳，还有健身房。有打球的地方吗？当然有，二层是篮球、羽毛球场，还有乒乓球台。不好意思，我还不知道体育馆在哪儿呢。从这儿往前走，到第一个路口往左拐。是不是在操场的对面？对，就是那座有玻璃墙的新楼。大门朝哪边？朝东，面向网球场。知道了，下次咱们一块儿去打球吧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北外有体育馆吗？有啊，是新建的，很气派的。体育馆里可以做什么运动？可以游泳，还有健身房。有打球的地方吗？当然有，二层是篮球、羽毛球场，还有乒乓球台。不好意思，我还不知道体育馆在哪儿呢。从这儿往前走，到第一个路口往左拐。是不是在操场的对面？对，就是那座有玻璃墙的新楼。大门朝哪边？朝东，面向网球场。知道了，下次咱们一块儿去打球吧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北外有体育馆吗？有啊，是新建的，很气派的。体育馆里可以做什么运动？可以游泳，还有健身房。有打球的地方吗？当然有，二层是篮球、羽毛球场，还有乒乓球台。不好意思，我还不知道体育馆在哪儿呢。从这儿往前走，到第一个路口往左拐。是不是在操场的对面？对，就是那座有玻璃墙的新楼。大门朝哪边？朝东，面向网球场。知道了，下次咱们一块儿去打球吧。好，一言为定。